冬奥会帅哥美女如云，天才少女谷爱凌排名第一，没问题吧？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历史上，而谷爱凌训练不过一年时间，同场竞技的都是世界级的高手，但她依旧自信满满，最后一跳跳出了1620的超高难度，获得全场最高分。让我们恭喜青蛙公主！赛场上的谷爱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简直是天降紫薇星。很难相信，她9岁拿滑雪冠军，14岁已经拿了50块金牌，而她在备战奥运期间又被斯坦福录取。大女主的剧本真是爽。排名第二，速度滑冰运动员阿和纳尔，22岁的新疆姑娘一出场就吸引了无数目光。大家都是来学速滑的吗？我就不点破了。虽然阿和纳尔没滑成冠军，但已经滑进了我的心里。枪响之后，她就是速度与力量的化身。摘下帽子，她就是一落人间的仙女，真的让人很难不心动。排名3、4、5，不分先后的俄罗斯三套娃，大娃瓦利耶娃，二娃谢尔巴科娃，以及三娃特鲁索娃，不愧是从花花强国走出来的运动员，他们各怀绝技，一娃更比一娃强。15岁的瓦利耶娃已经是欧锦赛女单冠军，前后9次刷新世界纪录，不论是滑行表演还是跳跃都没有任何短板，绝对的六边形战士。谢尔巴科娃2021世锦赛女单冠军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一场比赛表演两个勾手四周跳的运动员，一战成名。特鲁索娃则是自由滑可以配置5个四周跳的奇女子，招牌动作谢步更是无敌，能战胜她的看来只有瞎滑了。让我们期待他们的表演吧。